好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神魔啊！哇，今日真系非常之天大嘅喜讯啊！冇错，起猎神啊，终于都解放咗啦！呢只波塞顿啊，话说咧，波塞顿咧系我第一张嘅五星嚟嘅，当时咧佢啱啱玩嘅时候咧，送你一次免费石抽嘅，咁我一抽就抽中咗起猎神啦，就系呢只水属性嘅希猎神，咁但系咧我就后屘都冇乜点用，因为我发觉我嘅天降运都比较差，所以就自从我抽到洛基之后，我都主力玩北欧神。咁而家巴比伦主神更加唔使讲啦，超级 O P 啦。咁就而家希猎神终于都吐气扬名啦，潜能解放。咁啊！我啱啱解放咗，咁佢究竟点劲法呢？而家就即刻嚟试一试先。咁我哋打一打轮回啦。咁啊，呢队都系咁啦。嗱，我已经系做晒呢个升华噶啦。咁即系话，应该照道理上咧，系会跌得多碎珠嘅。咁啊，一定配宙斯啦。好，试一试先。讲多无谓，试试最实际。看看你咩料先，哇！血量非常之多啊，差唔多两万啊。好，多睇一点，一落嚟就黑卡水珠，喂，点解？睇先，咁样。嗱，都系同以往一样啦，佢会有 extra 嘅金嗰啲 combo 啊。咁啊，方便你加攻，加强佢攻击力啦。譬如我转咗五个啦，佢就 extra 多一个出嚟。咁但系乍眼睇咧，嗱未知嘅，我要真系试得到咧，就要发动我只青龙就知噶啦。睇先，咁样啦。有啲人都可能嫌烦，讲多次啦。希林嘅队长技能就系，当你消除三粒水的腐蚀的时候就会出一粒啦，咁就所以就会提咁跌啦。乍眼睇就好似冇乜特别，系咪跌得多咗？大家系咪觉得跌得多咗？试下用巴比伦主神的战法，巴比伦主神就是你当你排两排直行的时候呢，那他就会一踢跌下来的，还衰过头先，可能接得不好呢，再试一试先，今次试下转两组直排的水珠，然后再转一排光珠，好像没什么料到啊，如果我做得差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希猎神佢冇加伤啊，跌啊跌好多啦。不过其实佢有冇加伤？哇，好未完，佢就发咗癫咁样嚟啦。哇！边个嚟噶？唔好意思啊 ，Facebook 有人留言。睇先，咁残忍添。继续，去。咁啊，我呢队就平民化啲啦。嗱，青龙大家一定会有啦，青龙。咁啊，只双鱼就比较难抽到嘅。咁宙斯就可以打返嚟啦，所以就唔係需要话咩货好多金嘅都可以砌到呢一队㗎啦。水珠更加唔使讲啦，随手可得嘅一张卡。去咁样。我 feel 唔到有咩唔同。
暫時 feel 唔到佢有啲乜嘢唔同，真係。去，哇！第十二版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小怪啦，盡量燒多啲水珠。以前咧神魔未有，唔知嗰時有冇雙魚同青龍啊？青龍嗰時一定未解放噶啦。咁嗰時咧，啲人話咧玩希臘神咧就要盡量留水珠，你越燒得多水珠咧，咁你就好易玩完噶啦。咁但我呢度就唔會斷水珠嘅，因為第一我有張雙魚啦，雙魚嘅技能就係隨意將界面上嘅八粒隨意轉翻做水珠啦。加上我呢張雙魚其實已經係潛能解放咗噶啦，潛能解放咗係可以轉八粒之餘，其中一粒一定係強化水珠。咁青龍更加唔使講啦，一劈啦，將心轉做呢個水珠。咁加上我只青龍其實已經係做咗潛能解放噶啦，潛能解放佢有一個第四個技能就係、是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佢發咗癲啦喂喂喂，哇好爽啊嗰下，不過好似唔受我控制咁樣咯。講到邊啊？青龍係第四個技能就係、是、會將一劈一個笪地方全部變曬做水珠嘅，咁我可以用一次俾大家睇。同埋我啲青龍咧。是五個 CD 就可以出筆的了，所以是非常之快。好啦，只要我牆上面有心珠的話，我有無限的水珠供應。一劈。求其啦，點解冇頭先咁嘅感覺㗎？都死㗎啦！我仲未做爆發嘅，爆發先至係可以試得出佢究竟有幾勁啊！爆發就要夾埋宙斯一齊出啦。宙斯呢張卡牌就係地獄級啦，咁就當時我都係用水氣去打翻嚟嘅。睇先呢度咁樣。咁樣，咦，回一回血好噃，因為咧，頭呢度就冇乜特別嘅啫。哇！好啦，我青龍翻嚟啦 ，Battle 廿一，咁樣，咁樣，去。感覺上是好像跌的機率是高了少少，但是都是沒有巴比倫主神那麼威喎。你係咁跌都係得個十幾萬，巴比倫主神一劈跌落嚟，坐底廿幾萬咯。喂，呢头话完佢，嗰头即刻发威入去，即刻俾廿几万我睇，好有性格吓。原来呢个希列神中人哋话佢嘅。哇！即刻俾啲威力我睇下嘛。
去四 combo 二四集啦，嚇嚇你跌落嚟都唔知四 combo 啦。我公會而家好多人討論希臘神。去咁啦。去，哇！哎，去，有乜嘢特別？呢度都係輕而易舉。秒啊！呢度要搬咁，跟住佢就可以翻屋企瞓觉啦。去咁样。呢只系光基隆啊！我有一排系比较中意嗰啲基隆，我觉得好型啊，尤其是嗰只暗基隆。不过就打翻嚟之后先知道，原来系冇乜用，所以就而家雪藏咗喺和喺。好啦，佢绝对有资格见识一下我哋呢个水稀嘅威力啦！呢个咩嚟嘅？佢呢個唔同咗喎，技能水屬性持續上升，直至沒有一排。OK， 當累積二十 ，OK， 即係呢個係咁提升威力啦。即刻上20%啫，廿粒。哦，佢係呢招主動地變嘅。喂，呢度都唔知20粒啦，喂！喂，停啊！喂，我想出埋宙斯啊！哇，好劲喎！净系出佢个，咦？佢仲要个印记仲会留喺度添喎！睇多次先。咦 ？OK 喎！以前嘅印记系落喺个敌人上边，而家系落喺自己身上喎。哦，變相咧呢、這個加工啦！哇喂喂喂，好勁喎！開咗印記就哇喂喂，哇好爽啊！停啊！哇我哇哇發咗癲啦！做咩事啊？哇，好犀利喎！我收翻頭先我嘅説話。我自爆佬，好，咁样翻转头。咁啊，呢只會自爆扣力5000啦。當佢儲夠20粒就發癲噶啦。哇！戇居添，甩手。
唔紧要，希腊神另一个好处就系佢嘅回复非常之劲。去搞掂，再回。哇！咁睇希腊神真系好犀利喎。如果佢个主动技能，因为佢人哋身上嘅印记非常之劲啊。唔惊你嘅燃烧啊！你几可凑到我万几血啊？可以早头三十几万，死啦！睇下，窒晒，咬晒底啦已經。Battle 36，都冇乜嘢靈魂石啫。嘿，隻火焦咗啦已經，哇焦埋。好，开水的印记，呢度尽可能就打全体啦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一只成计咗之后咧，你就好礼计噶啦。好啦，是时候要回家睡觉了，你们两个早唞啦。有两个师，好咁样，因為黑我屬性，所以就唔夠傷害啦。一個跟住轉火，係咁樣。咁樣，咁樣再咁樣。突然間成板都係水珠嘅感覺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好舒服啊，真係好舒服啊！哦，佢跌落嚟嗰種感覺真係非常之澎湃，聽到呢啲聲。好，呢板咧，嗱呢板我好黑唔憎嘅呢啲，我最憎就係呢啲會令到你咧。看不到自己要轉啲乜鬼轉，唔好理你啦，有理冇理，全部轉曬，點都中啊啩！哎呀～